9月28号，2022第一届海峡两岸暨港澳电竞联赛赛事启动发布会在深圳举行。本届赛事于今年9至12月举行，分为深圳、香港、澳门、台湾四大赛区，旨在以电竞为媒，以电竞爱好者为主体，搭建两岸文化体育交流新项目、新平台，借助电竞强大广泛的创新力、吸引力、意志性、影响力，有效促进两岸及港澳青年电竞爱好者更加广泛的兴趣交流合作，推动经济、社会、文化融合及健康发展。我们呢就想呢以电竞为媒，构筑一个呢这个构筑一个广泛、平等、具有建设性的互动交流的平台，让深圳、台湾、香港、澳门热爱电竞事业或者是有志于发展这个事业的人们呢，就是在这里面充分的交流学习，共同的这个进步。我们觉得说借助电竞的这次这个赛事的这个平台的话呢，可以很有效的增加这个两岸以及这个港澳的年轻人的互相之间的一个交流文化的一个活动。那么未来的话呢，我们会配套这个赛事，也增加一系列的网站平台。这个网站的平台除了说赛事赛果之外，还有一系列的这个文化交流的活动，我们也会放在上面。那未来可以希望长期的形成一个影响这个几地青年人的这么一个活动的一个平台。